来，有多少人听说过我们东北的神兽东北平头哥？有多少人听说过？今天我开一个小不点儿，就这么大，然后我拿了个棍儿把它插在这儿，这个玩意儿老厉害了，有它的地方，基本上啥动物它都是一个不吃的玩意儿，传说中吃蛇跟吃面条子一样，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的家伙，抓它费个好劲儿了，它就这么大，然后我给你们看它现在它是长个什么模样啊，省得你们老惦记这玩意儿长啥模样。小心点啊！好好看着他的，你看一下，一抓一下，捂眼睛就捂起来了，和熊似的捂眼睛，我眼睛就捂起来了，就这么大点个小玩意儿，能跟小狗似的，多老实！哎，味儿太大了，就是这玩意儿味儿老大了，你看它这个爪子，扒动的好手了呀，爪子是扒动的好手了，一会儿就放你走了哈，你不用害怕，你怕啥呀？我追你我都没害怕。我吓得自己心里还烂得瑟，哎，不许回头啊，不许回头，哎，这个玩意儿吃蛇就跟吃面条子似的，知道吧？老厉害了，没有他不吃的玩意儿。他有他在这附近没有蛇，基本上附近叫他吃绝了就能，啥都吃，跑起来可快了，出溜出溜，而且这玩意儿咬人，他也咬人，咬上之后就不松口，那就咬，知道吧？嘎哒嘎哒嘎哒来回嚼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这玩意儿挺吓人的东西。哎呀，我去追他，追出一身汗来，我都冒汗了。我看一个小玩意儿不大点儿，我现在我拍拍看看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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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快走吧，去吃面条去吧，吃你面条。你别往我这跑啊啊！你往那边跑，走吧。啊，走吧。嘿，让你走你又不走了。去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去走吧。呀，回来回来。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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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停下来，哎，啊，让他跑吧，让他跑吧，咱俩走啊。我没有这个东西，在我们这个地区是没有吃它的，但是它的油，它那个油是治那个烫伤特别特别厉害，就是獾油嘛。但现在有养殖的，一般野外的都没有人抓了，没人去抓野外的这獾子，挺好玩的玩意儿，碰个小家伙，后累出一身汗来，跟他玩会儿累出汗来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咱们继续去找棒槌去。走，这都要回家了。临了临了临了，我还以为今天要空山了，你看碰着个大货，这可怎么样，这可带劲不？这货老大了，碰个大四皮，这颗玩意儿这就有意思了，这颗不是那个吃底了，那面是深地，往后吧这个吃串就挂到这块，这是甩到这边，这个就是咱说种地的地沿子上面，地沿子这块就没有人种过，这是甩过来一个籽儿，长是这么一个玩意儿，这个东西啊长过好几年了，你看这个该子，看这杆儿，这都是去年和前年那杆儿，啊，这看，掉下来落的种子嘛，长的，它都已经长了，落种子都长这么大了，啊、这就已经长上那个什么来了，这个五叶子。哎呀，我快把它弄出来吧，这颗玩意能有景啊，能有意思呀。这个玩意好东西。今天最大的收获了又。哎、哦、呦，这玩意你看这个路头。哎呦，我这粗。你看这个路头。哎呀，啊，这路头。嗯。这就带劲了。这玩意儿老带劲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个这就带劲了。不要打扰我啊！不打扰。你看这路。哎呦我去！这个路多么粗啊！这个路多粗啊！粗啊！啊，你看，老粗实了这个。哎呀，这小碗儿，这个老漂亮了，我告诉你。带劲啊！来吧，这些天可能最好的可能就是它了呀。从挖深到现在应该是最好的了。嗯。慢点慢点，轻轻的，不要着急。打打蚊子，给我打打蚊子，有蚊子。好了，给你打蚊子。这颗玩意儿我已经拿出来，你看我扒着大坑。这颗玩意儿老带劲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样这颗玩意儿？老漂亮了，我跟你说。哇，这从路上到深的不得五十公分呢？半米啊？得半米。啊？得呀。就不算这啥，不算这个杆儿。从路头这么下来的话，是不是得五十公分？把那个底下那最强须毛抻直了，得五十公分。老带劲了，这颗玩意儿这就能卖着钱了呀！这是个好玩意儿啊！好货呀！这么些天最板正的一颗，咱俩这天了，咱俩这出来多长时间了？最漂亮的一颗了，这是。挖这么多天是最好的一颗，这是。带劲，带劲，带劲！不白来啊！来看看我跟陈志，我们俩人今天的收获。本来觉得今天完蛋了，没想到今天是收获最好的一天。喏喏，
这两颗这就够用了呀，今天啊，绝对够的。两颗四皮叶，哎呀呀，还打上架了，两颗四皮叶啊。这颗这是今年来说这一次挖深最好的一颗，这是第二好的。嗯，但是其实这两颗差不多，然后这须都那么长，基本上这两颗都是在50公分左右，半米。嗯，这两颗就带劲了，是吧？哎，多好啊！不要说这两颗，你看这小灯台子，小灯台多好啊！这小灯台是不是都这么长？这是个小池底儿，嗯，池底儿，这两个不是。哎呀，今天没想到啊，今天中了呢。这些这就是吃货了，这些。哎，那不都不用看了。就没所谓，这就是今天的收获，意外不意外？哎，我反正觉得挺意外的，绝对意外。哎，那么好了，今天反正收获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满意呀、啊，是吧？对，好了，快拉倒，不嘚啵吧，赶紧、啊、回家了。这要黑天了呀，我俩这会儿出去天就得黑。嗯，抓紧的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儿了，喜欢我视频的请点赞、转发、关注一下，拜拜。